那肯定要深深来啊。我为啥呢？你够不着。没有吗？你俩跟一对，正好他摁上面，你摁下面。不，可不可以帮忙抱起来？我可以点到最高的。真的吗？你试一下。我就在你背后啊，你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一定帮着你。我可以，瞧不起谁呀？哦，可以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走走，回家。我虽然很小只，但我也没有这么小只。请两队就位，走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他们俩不行，他们俩弱。什么俩不行啊？我在那儿就听着了，他说咱们俩不行，他们俩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谁俩不行？不行啊！这俩弱，这俩跑不动。这俩基本上在他们组里头队里混日子的。不要轻敌。我要不然，好吧，好嘞，来。不要轻敌。你俩竖排计，你从左边开始，你从右边开始。我是这样的，两到三排吧，不要太近。两排就好。点亮灯墙，第一轮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淡淡，他双的双手操作，加油！快，加油！漂亮，起。都是双手操作，厉害！哇，左右脑很平衡。哇，我们有赢定了，就赢定了。你不，他不用摁就知道。哇，他好厉害。快点，哥！哎呦，赢定了啊，很稳。慢慢来，还有机会再检查。秦霄贤，秦霄贤太牛了！加油，刘天！老秦记忆力吧，老秦太牛了。快回来！你也记住了吗？俩，快走，快！加油！
来吧，小宝贝儿。走走！耶！漂亮宝贝儿！哎，老秦你太厉害了！老秦你很棒！老秦你太厉害了！出神了你！哇，我也没有想到！你也太强了吧！长，漂亮啊！怎么同样是你队友，就没有表扬吗？你说他是连蹲都不用蹦，他就可以。帅帅帅帅！我们是有对策的。太强了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咱这都难呢？咱这题、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很好。哎，这题没有啥区别吧？两边是轴对称。怎么办呢？白队的信心已经。换场地，换一下。请第二组队员就位，咱一排横排横排记行不行？我觉得竖着好，基本上就是两到三排一记就行了，或者咱都从左边都可以。算了，我从右边吧。可以啊。嗯。一二三。那你是记什么？我记编号嘛。你比如说第一排是二五六，第三排是三五，对吧？你只要把二五六和三五记下来就好了。是是是。我觉得这个好，记数字好。只要把数字背出来，你就能数了吗？你从这边，我们俩一个一个往中间。我的右边，你的左边。对对对，你这边，我这边，我们一起往。三、二、一、一。
忘了就回来。加油加油，没关系。白露，你在装修吗？不是二，八十。好像错了两个。没事没事。好像错了两个，错了两个。漂亮漂亮，大长腿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了来了。还有一次，啊！记不住了。今天都录完了还没关系呢。云三儿，最后不还是摇那个吗？妈，咱咋都输了。力量测完了之后其实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谱了，但是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这里有一份你们在网上搜出来你们的这个体重，但是你也信啊？我也觉得不太准啊，尤其是那个陈赫，赫儿哥哥。对，陈赫、郑凯，你们两个都是73公斤，啊，是吗？什么？这是网上是不会变的。我哪有那么重？我这个网上搜的绝对很垮了。所以，请大家上秤，上秤。哇，测体重，你们是不是太狠了？瞒了一辈子，终于瞒不住了。我现在脱衣服了，多一点是少一点是。哇哇，这太狠了吧！来 ，baby 先。您的体重是10.9斤。我哪有这么重啊？53。我从来没有53过。106斤，这环节真的伤人，真的伤人，我跟你讲。我哪有这么重啊？我难怪我说那么奇怪呢。第一个。陈赫。陈赫，这个秤可能不够、啊。你有量吗？这个秤有那个量吗？可能需要两个。这个不好玩了，你看这弄的，都是弄得很尴尬，弄得很尴尬。这个东西，你的头已经垮了，弄得很尴尬。名牌还要撕掉啊？袜子脱下来。当然要脱了袜子。差不多得了。你拜这个秤有什么用啊？吸气，吸气。这一条腿感觉已经……你要爆表了是吧？快快快快！有人调了吧？什么东西？我今天才称83，怎么会92啊？重20多斤，重20多斤。
我一直四十，我刚称了五十二。那九十开什么玩笑？是谁？先泡到水里可能泡着。等一下，我可没吃。走走。那他刚刚没停住。没停住，他也停住。这不是停住。别动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九十四，哎，一九十四，哎。哎呀我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太搞笑了！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！来吧，来吧，真实的体重。您的体重是？来吧，来吧，真实的体重。您的体重是84.7。170。哇！网上报乘客73。73和86，我的留言真的不要相信。我说我73了吗？难怪你们今天要翻船啊！你这，怪不得每次怼到你身上都像怼着一堵墙一样。好，邓超，超哥网上73，这没有显示啊。你上去就有了？有啊。Cool. 这都是高科技。体重是10.1公斤。鹿晗，12.6公斤。太瘦了。李晨，10.1公斤。哇，很标准。没差多少。苏炳添，74.1公斤，网上是65公斤。那是多久？那是18岁的时候吧。惠若琪，好好奇啊！我也好好奇。我估计得90。哎。跟李晨一样重，跟大黑牛一样重的若琪呀！李晨若琪高出多少啊？好，宣布我们今天的结果。靠谱的不多，靠谱的不多。没有，是这样，其实这个也不准，教练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说肌肉是重的。你看教练的眼神，你别说他，解释就是掩饰，是吧？本来已经定好了，被你们打乱了，那个体重要重新算过。哦，现在在给大家算那个体重和匹配的，就大家稍等一下。我们不是那么着急想知道，我觉得明天我们拿的这个答案也是可以的。替补，他要宣布谁是替补。替补今天就要定。太残酷了，真的要搞那么大吗？教练会根据你们在训练中的表现进行量化打分，滑翔、龙舟、平衡力、力量、体重综合得分，最低的成员将会成为替补队员。啊，可能就是我是替补了。不要偷懒，桨要到水里去，阻拦再滑就肯定就滑不过 baby 了。替补。这个是力量的问题，不是角度的问题。您的体重是174.7公斤。170，哇！好吧，比较残酷的时候来了。今天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啊，但是有两个极端。邓超、郑恺、惠若琪特别好，但是王祖蓝。陈赫、张国伟就稍微差一点啊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谱了，现在分数比较低的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谱了，现在分数比较低的。祖蓝，祖蓝。
所以祖蓝尝试一下打鼓。真的行吗？你们觉得可以？太行了，他节奏非常好。可以行，太行了，还是有点希望的。但是既不是